你跟丽云的初吻是什么时候？他这是情话，没有人知道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的秘密。在你家的烤，哎，你怎么知道啊？秘密了，因为他在沙发后面。哦，偷瞄我们。哎呀，我那时候情形是这样子，我跟你说哈，我们就在看电影，然后有一个椅子在那边，然后他就坐在这边看那个荧幕，然后呢，我就走到后面，然后也在这边看，然后他在看嘛，然后他一转过来，还好你们没有问我，那是我们谈恋爱的第几天？啊，还好没有问我这个问题，还好你们没有问我，哇，你们要追着我问了，两个星期。不到两个星期就开始要亲他。